我们就开始作答。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字？黄。答对。请问是什么色？红。答对。什么颜色？黄。答对。什么颜色？蓝。答对。什么颜色？黑。答对。什么字？红。什么字？还没那么快报。什么字啊？灰。灰。要停了，要停了，来继续。什么颜色？黄色。答对。什么字？蓝。答对。什么字？橙。什么颜色？蓝。答对。什么字？不知道。什么字啊？来，什么颜色？早就该叫了，但是在上面真会失去理智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几题谁？哇，你看，哎呦，我就说，答案加减都会对，对，只有现在不对，因为他答对了11题，11题，差一点哦。今天每面都差一点，只有刚刚这两个好狗运，对啊，随便6+9加起来得分了，运气好。反正呢，每一次的我们的正妹输送带都会带给大家一个主题，介绍不同的美女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些正妹到底是不是只有空有外表，还是拥有惊人的脑力跟反应。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，下个礼拜请继续收看。我猜。谢谢。我是谁？不是啊。那五四三二。好，这样不好吧 ？OK， 可以哦，来上面。